来吧，撒。又来到他家了，就是珍妮宠物生活馆啊。这老板，这两口子人简直太好了。走吧，进屋吧。一半了已经，工程量。老板娘给我俩做的饭。为啥这么喜欢搁这趴着呀？他欺负别的狗厉害。看看你的毛，看见了吗？咋？来来，小小扶着家，来增高，增高，来不了了，你要扶着家。一个同一块发球，赠我一回。